奶茶来，来见一下哥哥，这是哥哥。乖乖来，这个是妹妹。以后你就要好好照顾好妹妹哦。前情提要，我们家呢有五只公猫，且都非常偏心女主人，而男主人体型健硕，不受猫猫待见。他一气之下决定去寻找一件小棉袄，温暖自己被冷落太久的心。难道家里要迎来小公主了？好啦，其实是跟朋友咬人猫借的小狗狗啦。哦，你激动吗？我很激动。紧张吗？我不紧张。我就希望我们家猫猫能接受它。你们家猫猫都是比较警觉的嘛，我不知道它能不能接受奶茶，体现我猫味儿了。奶茶穿过的衣服和它最喜欢的玩具。福哥，来先闻一。什么感觉？怎么来？来闻一下这个小裙子，这是奶茶的裙子。衣为代表，一个来，我先进去探探，看看他们有没有已经感受到生物电波。啥也没有，没有没有没有 ，nothing nothing。胡子哥，这么紧张。昨天闻过了是吗？二哥一直在看他。二哥一直在看。对，一直在看。没遇到过这么主动的。哎呦，猪头皮，吓飞了！白老师怎么才躲在这儿呢？不行不行，只有个屁股。这个找你要抱抱了，我错了。黏黏，它舔人这个舌头跟猫猫舔完全不一样，温暖。对，你不要凶人家嘛，人家喜欢你。回家，激动了，开始激动了。回家，回家。回家哟，打起来！哎，中分。开始有点紧张了，不敢过来。这个沙发是我们家分哥的王子。我要开拖拉机。这是你看电视的位置。前几天坐在这儿看奥运会。是吗？要不要在我家住下，好不好？什么标签不好使？你凶我吧，不好使。嗯？多分了。展示一下你的才能。气死我了！上才艺。飞哥，你逗猫吗？哈哈哈哈哈！笑个毛！
看他能不能挑战分哥的打转转。不好，我手机长机长，哇，真棒！想想白老师，让我看看你笑的稀烂了。这是我们家白老师训练用的铃铛。来，我来试试呢。直接烤好喝。嗯。嗯。哎。哎来吃一个。啥都没有。哎、来吃一个，吃一个。哎，好。嗯嗯嗯。来吃一个。哎，好。55根。白老师说：“按的老头疯。”退了，退货了，退货了。我们家的面子就靠你了。耶耶！军心溃散。喜欢的球球，以后你可以跟他一起玩。给他搞一个球。对，说以后可以和你一起玩球球哎。也就是多添一副筷子的事情嘛，哎呀，是不是？嗯，我觉得观众朋友们可以来评评理，这个狗该不该养？今天呢，是我们奶茶来我们三花村体验了一天，感觉呢，家里面的猫猫其实虽然是有点排斥，时间待着比较长的话，应该是能接受。我觉得其实还好的是没有鸡飞狗跳，就是对 对是无法控制的那种状况。那么。其实今天这里就结束啦，由我们的奶茶跟大家说再见。奶茶看镜头，奶茶不看镜头。你现在开始学，隐藏已经关。